自从谢娜频繁在快本的舞台上失踪，不少观众就对她是否怀孕燃起了高度的关注。可是每次真相都仿佛一盆冷水，直接破灭大家的激情，也不由得让许多观众为此十分着急。可是最近谢娜又失踪了，据传是真的怀孕了，还是双胞胎。就在大家都议论纷纷的时候，何炅的一句话算是道破了天机。众所周知，在快本的舞台上，何炅和谢娜的关系绝对是超友情的。在谢娜这次失踪以后，张杰后援会会长首先说到这回谢娜真的怀孕了。之后虽然得到张杰经纪公司的否认，但是谢娜的微博更新自拍照并配文想你们哦之后，何炅回复的那句居然没胖似乎也印证了大家的猜疑，可能是觉得不太妥当，之后何炅马上删除了该评论。看来何老师还真的是个大老实人啊。其实除了何炅，此前有人拍摄到谢娜在机场被人搀扶的照片，再加上上衣宽松，孕态十足，而且需要人搀扶，也一定是因为身体比较虚弱，比较符合孕妇状态。有网友说，谢娜没有公开怀孕的消息，可能是和一些风水迷信相关。但是不管怎样，我们还是先送上祝福吧。